我们有两个慢歌，比较慢的歌会对分数有一点点的 disadvantage。觉得压力大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可以什么加舞台的设计，因为有欣姐在。来来来，可以做得更好的啊，better better。寒山寺千余云外，再来，步子走在哪个拍上墙？澎湃。那我们往后退，对，就是对。澎湃。OK，好，再来一次啊。寒山寺千余云外，依然为世人哀啼无奈。第一，好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电脑拿给老师看一下我们的 picture。就是秋秋是最高的，然后月姐对外，那我对里哈。好，好，one more time，OK，没事。我喜欢欣姐，她很严肃的时候，她会就是说 again 坐坐，因为我也会这样子。Where? How you leave it? I forgot. No big, small. Ready? Practice here. 再来 again. 不是骂，就是不是那种乱骂，是比较是用爱去骂你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往下，五、六、七，Focus. 九九。Where are you? 无奈浪涛依然有意。Let's say，用这种的方式，人会比较醒来一点去记住这个东西。老师要来，老师来。哇哦！Yeah, I like that。我们做这样的，做这个，好可以。这个很可爱。不是，我说。我很感谢欣姐给我少一点的压力，因为有欣姐，我非常有那种安全感。我也可以再考虑别的东西。哎，我去哪？将军的，我要别的舞台啊！哎，开始，开始，我这开，没错，不，Go，Let's go， 功课做好，在宿舍我们见。安博，我很心疼他，他很累，同时要照顾三首歌、三组成员、两首歌的队长，自己还要唱一首，一共将近三首歌，所以放心，有我跟谢欣呢。不对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儿。对。啊，嗓子疼，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要感冒？嗓子疼，你去。好了。哇，太好听了。哦，去吧。我开始一直维持在这个点的时候，我可以出来就对。但是我刚刚练完以后，在别的位置跑的时候，我就一下子回不来，所以我再找一下。来，我来。我找不到开头。就出口，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我不在那个位。那如果往嘴边呢？一刹那的寄托。一刹那的寄托，用嘴，用字儿，用前面。如果你在后面找不到的话，你轻松的直接给，只给。一刹那的寄托，有什么结果？帘外骤雨，爱到我们最弱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，这个版本。乐节音乐部分特别重视，就是唱歌部分是很多关心的，有两位总监这么负责任，
然后这么关心，就是肯定一定会好。我们俩是一个舞者和一个歌者应该承担的这份责任吧，很喜欢，喜欢被需要的感觉，别人需要我很开心，我再累我都开心。对我们的姐姐非常骄傲，我知道姐姐们身体非常累，也身体不好可是我也一直在看他们在努力。沉默，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看得到沉默。爱只是爱，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努力，可以吗？ OK OK 好。哎，导演组，你们跟我聊聊现在几点？快三点呢，而且明天我们8点跟其他的团队们一起开工，真的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。那么贵重的我的队长，怎么第一个？你今天几点起床的？九点。然后他昨天凌晨3点收工，早上3点收工，还有早点9点开工，然后呢，最后，哎呦妈呀！我的队长是还是两次表演？谁的队长都是两次表演？啊，是吗？你早说呀！我爱芒果 TV， 我爱你。老板，我爱你。我这次就感觉到很多的姐姐的爱跟支持，就希望我也可以一直给他们我的爱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弟弟，推我一下。糟了！我笨，对不起，不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非常喜欢弟，是我刚刚没有扶好，对不起。哈哈，对不起。苏若河这首歌，它是一首关于爱的歌。这个爱如果在我们之间流动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爱才会去让这首歌变得悦耳、温暖、感动。看着彼此的眼睛，把这首温暖的歌，从心里面、从互相之间的眼神里面去把它唱出来。那姐姐们，你们这次舞台的杀手锏是什么？就是爱。月姐爱你，爱你。秋秋爱你，爱你们。Amber love you, Gina love you.